起本身大叔的女儿妞妞，可能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有点胖乎的小女孩。殊不知，女大十八变，许久未公开露面的妞妞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。5月5日晚，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又在微博曝光了一组妞妞的近照。照片中的女孩浓眉大眼，纤瘦高挑，潮流的打扮下还不失清纯可爱，被不少网友认为是娱乐圈最具有星象的星二代。虽擅长吹拉弹唱，也颇有舞蹈功底，但据了解，此前关于他与加入日本某女子团体，从而进军日本娱乐圈的传闻并非事实。今年16岁的他现就读于新加坡某国际学院，学习成绩非常优秀。至于今后的发展嘛，估计妞妞还得和老爸多商量商量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。